我是谢嘉轩，我来自中国台北，然后我现在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学的是航空科学与工程，专业是飞行器设计，今年硕士2年级。那我很荣幸能来到这一次边疆行，可以一睹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。头几天在呼市，它的城市建设，我在行走于那个呼市的道路上，感觉非常的，那个整洁，宁静庄严吧。今天来到这个乌兰浩特这边，就是看到真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个情况。那我在这一路上也认识了很多台青朋友，但跟他们相处之间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有时候台青朋友，包括我，也会问一些比较令人尴尬的问题。但是怎么说呢？交流就是用这个一来一往来消除弥合误解，所以我觉得旅行这个参访这一切都是很有意义的。我的终极愿望是说来读航空航天，可以说一睹那个文昌发射中心的风采，能够亲自参与一个项目。为这个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一些贡献。